后生嗰阵时搏到尽，饮到尽，食到尽。我都未够四十岁啫，估唔到食到超晒标。我觉得自己注重饮食，点知心血管嘅垃圾都系会超咗标。胃得健灵，脉通三七，话佢系复方三七，应该好过净系食单方三七好多噶。依日大厂出品真系好唔同嘅，食咗一排，个心真系舒服咗好多。仲冇西药嘅副作用，啲人仲话我气色好咗好多添啊！想保持畅通心血管，我靠胃得健灵脉通三七。